当西式红茶配蛋糕的下午茶，成为每个人对午茶的想象时，真正道地的台式下午茶才不来那一套呢。除了传统糕饼之外，另一样和台湾茶很搭的零食，反倒不是甜点。猜到了吗？一片片的外形，说到配茶的零食，莫过于咸香够味的肉干喽。合口味肉品店面空间不大，坚持采用温体新鲜猪肉制成，无论是吃得到充满嚼劲口感的半筋半肉肉干，香脆超薄的肉质，还有浓缩大海鲜香的鱿鱼丝，这下可能不只要喝茶，也想开瓶冰啤酒来配咯。